在三角铺，你要拿西班牙的特效底片来拍照。Double Film Apollo 太阳神底片，这个底片一卷要390块，其实也是颇贵的。我之前去东京的时候有拍过他们的另外一卷底片 Double Film Pacific， 效果还不错。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件影片。好，我们到了这里，很多芒草，还不错，很漂亮的，只是地板有点湿湿的而已，还不错。上面是电塔，就听得到电的声音，然后有一点点在飘雨，应该没办法待太久。我今天带的相机是富吉卡的 ST801， 搭配55mm 的定焦镜，虽然是不能拍什么大景，但是我还有带另外一台 Konica C35 来，它是 38mm 的焦距，所以可以稍微拍广一点点的照片，但这个会放在另一个影片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来这个电塔下面看一下，帅哦！哇，这边还不错，可以看到很多芒草。好，我们现在深入这个芒草区，不错，看起来蛮漂亮的。电塔拍起来也是很漂亮，帅。好啦，差不多，我们准备要撤退了。看一下这个飞机，帅！现在大概2:50，我们开始下山，应该是蛮快的。我们下来了，现在3:40，大概走一个小时，会来到地面。好，我现在来到西门的洛阳停车场。之前拍这个 Double Film 的 Apollo 底片还剩下几张，然后我今天是跟 Julie 一起来这边拍照，顺便拍一些人像，嗨嗨。好，我们换了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这里换了另外一套衣服，我们这边再来继续拍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拍完了，谢谢 Julie， 谢谢，拜拜。飞机，刚刚那个大哥在飞，帅。